对双队长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对我来说不会啦。会怎么叫他们吗？就是小印多会球团已经出来澄清说这个是不实的事情，那我觉得不实的事情它就是不实的事情，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希望大家就是不用继续散播不实的事情。都会遭报威胁未圈喽，拿对张支林湘心疼护航，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后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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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超级喜欢啦队女生林湘卖力踢品牌应援外，还在活动现场性感热舞大秀舞技。十号林湘出席吉隆坡房产发布会，近期身世居高不下的他早有资产买房的打算，今年希望可以努力拼拼看啦，找找看有没有喜欢的物件。其实在台湾已经看了有2年左右，所以希望今年自己真的能在台湾可以买得起房子嘛。那这个吉隆坡是想说可以去考察看看，当做投资这样子，所以是想要当包租婆这样子，就是增加自己的被动式收入。因为玉林哥常说女神容易泡沫化，预算大概是多少？就是还买不起台北市的预算，2000内啦，希望可以在可能8到10万左右吧，希望啦，希望不要超过。我觉得就是给自己一点房贷压力，让自己可以更努力的工作。而同队同样很夯的韩国啦队女神李多惠，近期被爆出是为了当队长才跳槽到威权荣，球团若不愿意，便要威胁解约。其实我刚刚在书画有稍微看过这个新闻，球团已经出来澄清说这个是不实的事情。那我觉得不实的事情它就是不实的事情，但是伤害已经造成了，希望大家就是不用继续散播不实的事情。有没有传讯息安慰多惠呢？没有，因为我刚刚其实在准备对这个稿，因为是有很多专业知识，怕自己出糗，所以我先照顾好我自己的部分。其实他们那时候就有说他们有各司其职，但因为我自己也刚加入这个团队，所以对里面很多内部的状况还是没有那么清楚的，对，所以还是一切由球团那边宣布为准。对双队长不会有什么影响？对我来说不会啦。会怎么叫他们吗？就是小印多会像自己本身是对队长还好，我讲过了，真的没办法当队，因为我没办法管理，而且我自己连照顾自己都觉得有点吃力，还要照顾大家，我会觉得太没办法了。忘记带安全裤吗？现在就是随时助理的车上都有买安全裤，他随时随地都会帮我准备好安全裤。感觉你今天又更薄了。我今天又更薄有吗？最近我觉得身体状况算是还可以，也有很认真的在吃饭。现在我没量上次量完39，但我觉得应该有变胖了。我觉得看起来有再圆润一点点，对吧？没有，没有吗？